的是拉奇特色的热巴舞。江飞龙潭的古戏台，德月楼。这里曾是幕府的后花园，也是象山喜香池。曾经明朝的时候，幕府随着朱元璋随着明朝的大军南征，那么俘获了大象，在这个龙潭里喜象。那么这就是全世界倒映在公园里唯一的雪山玉龙。我们来看这副对联，是郭沫若做的题词，还是有几分韵味的。白色的是玉水能成半里许，墨玉为坛，苍玉为神。这个龙潭倒影十三峰，十三峰就是玉龙雪山。我们潜龙在天，飞龙在地。Okay. 那么有很多中外人士，很多年前就慕名来到这个地方。OK， 得在玉龙下，清凉半身雪。OK， 这里是九天，再会。